我现在正在沐浴着阳光、夕阳。可以跳什么？这里可以留什么纪念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跳什么。等一下，要跳什么啊？然后有人发现我，因为我在直播，所以不好意思。Hello。哎，哎呦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手机差一点点掉到海里面啦！你们要陪我了，你们。天后阿妹张惠妹在高雄举办阿妹 ASMR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目前完成七场的阿妹仍在高雄休息。11日下午，吴玉景在西子湾开直播，和大家宣布自己在西子湾看夕阳，兴致一来，还在镜头即兴来段舞蹈。我现在正在沐浴着阳光、夕阳。有会保护嗓子，没有，我刚刚是风很大呛到，对，然后喝一些那个保护喉咙的。哎，哎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手机差一点点掉到海里面啦，你们要陪我了，你们。不少粉丝又惊又喜，但也有人关心起阿妹的声音有点沙哑，他也连忙解释自己没有感冒，是因为唱太多场喉咙有点干。尽管穿着低调还戴着帽子，最后还是被不少路人认出。阿妹也亲切地跟粉丝挥手，最后因为怕影响到大家，赶紧跟粉丝说再见，结束18分钟的直播。然后有人发现我，因为我在直播，所以不好意思。还好没事，不要，为什么要一直落海？手机要听海了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因为好像越来越多人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要我干嘛在这里？刚刚人家聚集过来，聚什么？也有人聚集过来，赶快。哦，有人聚集过来，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哎，人好像越来越多了。可以跳什么？这里可以留什么纪念啊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跳什么。等一下，要跳什么啊？要跳什么？快点，快点帮我想。你说那个。好了，好像人越来越多了，我要走了。现在的阳光正好，正舒服，但是因为人太多，我现在走了。爱你真的没有办法，拜拜。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，你看，快要夕阳西下了。